失踪咗，做咩？块面搞成咁嘅？我揿摩罗啲定影液度。大家人开，偷偷偷偷，唔好阻住警察做嘢。唔该你，帮我睇住佢先。阿生，我少少啊，唔该啊，多谢合作。江 Sir， 佢口入边嗰啲，你搞乜嘢啊？等法医啊！我怀疑空气喺佢对手下面。教堂，大学教堂喺边度？凶手就喺嗰度。杀手把死者双手化作天使的翅膀，掩盖带着血污的空气。然后走进教堂，跪在第二排，替那恶魔般的欺凌者忏悔。应该空手落地。你本小说仲写啲咩？欺凌者死嘅时候会遭受同样嘅欺凌。江 Sir。找到咁多啲 CCTV， 点解唔通知我？你电话坏咗，揾你唔到。你又识跟阿 Matt 啦，点会揾我唔到啫？想独吞啊？我睇过啲 file 啊，你不嬲都针对佢嘅。佢喺凶案现场出现过，咁咪点啫？代表啲咩？佢叫海南，网媒嘅编辑。嗰个血迷图嘅作者叫 M，M for Matt。而家小说杀人情节成真，作者 Matt 系最有嫌疑。而家本小说几万点击率，你话阿 Matt 有嫌疑嘅话，呢几万人都有嫌疑，系咪全部拉晒翻嚟啊？我系有证据先咁做嘅。添，江 Sir， 死者严真妮口、食道、胃都有定影液嘅残留，估计系死前病灌入去，仲有。我哋喺葉敬峰嘅外套都揾到定影液嘅殘留成分，同死者體內一模一樣。我估依樣嘢，你個幾萬讀者冇啦啩？咁動機咧？因為個妹俾人蝦，就要殺人。海南嘅後宮。掂喎，呢條宣傳橋好勁啊！今次一定帶埋。帶唔帶埋咧？其實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嘅係呢本小説嘅精神。幫一啲被欺凌嘅弱者做翻啲正義嘅裁決，其實好多人都有被欺凌嘅經驗噶嘛，係咪啊？咁應該會引起好多人共鳴噶。就憑嗰幾句，你係當佢真係殺人啊？你想小説大賣啊，定係想小説成真啊？不嬲都講係大話噶啦，佢講你又信，佢會唔會咁蠢殺咗人，將外套周圍放啊？講動機，韋瑞傑最大。起碼佢幫朗晴殺過人，你拉唔到佢，屈阿咩啦？佢冇收埋外套，因為葉敬峰有多重人格，佢唔知阿咩做過啲乜嘢。葉 Sir， 黐線嘅人咩都做得出，你有躁鬱症，你最清楚噶。多重人格唔係黐線啊，況且而家精神病同傷風感冒一樣有得醫嘅，有病唔一定有暴力傾向，你查啲殺人犯記錄，睇下黐線嘅多定係正常人多。是脑区沟通方法，他们的眼球可以随着光去移动，亦都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。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一个人，但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你和梁律师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松仔和阿嫂一起的？